阿嫂，好耐冇见啦，我系大鬼啊，你记唔记得我？梁家啱啱过咗身，我冇心情见任何人。我都知你好难过，因为其实我都好难过，所以我咪约你出嚟，大家倾下偈，安慰下，散下心咁咯。我都估到你哋会嚟揾我噶啦，但我估唔到你系第一个。唔好意思，阿嫂，手机。 饮杯啊，嫂。我唔饮酒噶，食糖得啦。阿嫂啊，三成你点睇啊？咩三成？我唔系好明你讲咩三成。你明嘅，出边吹到行晒，无良收收埋埋成十亿身家，佢死咗之后。 你就系佢最亲嘅人，仲亲过佢老豆，连你都话唔知嘅，即系无良带埋啲钱入棺材啦。大鬼啊，我真系唔系好明你讲紧乜嘢。阿嫂啊，开门见山啦，无论无良哥收埋十亿又好，七亿又好，总之你攞翻出嚟，我都会分翻三成俾你。江湖嘅事成日打打杀杀，交俾我呢世嘅做咪得咯。 大鬼啊！我讲多最后一次，我真系唔知道你喺度讲紧啲乜嘢。梁哥佢突然之间走咗，我谂佢自己都估唔到佢会咁走。佢乜都冇讲低，亦都冇交低任何嘢俾我。阿嫂，交出嚟嘅啲兄弟仲会叫你一声阿嫂，唔交出嚟嘅，唔好怪我唔客气。我真系唔知你喺度讲紧啲乜嘢，仲有我都想睇下你点样唔客气。做咩啊，大鬼你？你走！我问你，无良啲钱收埋边？我唔知，放开我！ 喂，贤仔，刮到了，果然西装有咧，就真系通缉犯嚟嘅。全名叫陈嘉诚，花朵系大麻城，大鬼条靓条靓嘅条靓嘅条靓啊！你小个识二打六嚟嘅啫。 喺龙鼓滩做走私龙虾嘅，大鬼！呢支好嘢嚟噶。 好贵噶，高纯度海洛英，好贵噶，我都唔舍得啊！我问你最后一次，无良啲钱放喺边？ 我不知道。一次一次失去我的仅有勇气吧，一次一次感到流泪。
醒啊，林诗意，醒啊！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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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九妹醒！九妹，九妹，九妹醒！阿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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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等着。林静，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经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观众还等什么？快点去下载这个 Apps 来煲劇吧。